各位孙兄叔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用心看台湾》。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，蕴藏着无数的智慧和努力，用伊所奋斗的精神和积极的心声，分享予在台湾这块土地每一个人，同时也会当予咱大家来学习和体验。今天非常难得，咱所邀请这位，这也是我们值得效仿精神的，就是咱这位吴大姐吴老师哈。她因为她前没多久才来开发一个健康的产品，但是呢，就能够得到了这些奖项，也就是台湾十大杰出发明奖第七届，马西兰海峡两岸诺贝尔第一届的发明奖。这就是我们吴娟娟。吴经理，吴大姐，你好。嗯，但是我是吴娟娟，大家好。吴大姐哈，现在想袂到讲，你谈到说你今年是76岁哈，唔过安那看都不像哈，为什么呢？伫你的这些精神跟气色都非常的好，尤其你的精神哦，也是讲哦，这做这人值得效仿的哈。当初为什么想要来？说，哎，我要来开发这个健康的东西，而且呢，你也不服输的个性哦。家里是怎么样支持你，或者是有人唱反调吗？唱反调是没有，因为我实在说哈，我工厂是在做汽车零件，并不是在做这一类健康产品的东西。是也是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你做那做汽车零件，为什么跑到来做健康？哦，这个刚刚是。巧合哈，刚刚我自己身体的关系，为了救自己，我身体的关系，身体，差不多从民国，65年哈，不是民国，是我65岁那时候，65岁那时候开始身体一直走下坡了，走下坡，一开始就是好像这个头部哈，头部啊呢常常痛啊，个这样头压下去都。安尼软软的、酸酸的、安痛痛的，嫩嫩啊，嫩嫩嘿，啊嫩嫩，这头皮都软软的，嘿，啊这个脖子哈，要转也没有办法转，所以整个身体就要转过去。不是安骨咧动，是啊，咱的身躯咧动。他看到没？挖鬼哦，爱身躯挖鬼。好，啊个哈，尤其这个眼睛一常常眨着不停。好，啊连鼻子也是怪怪的，反正好像。全身都不是，65岁以后毛病就来了。哎，这开始哈，从头部一直到脚底，这样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第一从头开始，眼睛了、鼻子了，这个好啊，再来就是那个这个50斤啊，50斤，嘿，50斤哈，也是手没有办法，手也未惯，咱知影，50斤真正手要压惯，这困难的啊哈，啊，就是安那啊，医生拢。甲我埋怨讲，伊吼每一年拢甲我照电工，啊，佮每一年吼连续甲我照3年啊，佮吼甲我验血，啊，我拢无安怎，我医生啊，我足冤枉的哦。你讲我无安怎，我暗时也要困哦，我一支手吼，唔知要撑喺倒，我唔知。我这支手我若要翻身哦，先甲搬过，然后身躯才翻过。哦，这严重哦。啊，安尼佮无安怎，是要安怎叫做这安怎吼？啊，是。然后来安甲医生讲，医生做无奈哦，无你去复健哦。所以你当初嘛是因为你身躯头无爽快，胸部不舒服，都有去看医生。嘿，哎啊，对啊，然后一久了哈，那个开始65岁就一直从头部。然后肩膀，然后心脏，心脏缺氧，医生说我是心脏缺氧，啊，然后后来也变成连气喘也来了，啊，再严重了，哇，连这个胃酸逆流，每次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啵啵啵，要掐声，哦，迄声吼，对迄个鼻腔，唔是对嘴出来，佮含鼻腔，你家己摸出来，嚯，安尼手安尼摸嘞吼。个吼无搞卫生纸，我提我门诊头一直个揢卫生纸，非常严重的，非常严重。个安尼哦，连那个排动也不好，很无奈呢。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你的问题会那么多呢？是压力比较多，还是压力大、疲劳过度？抵抗力没有，是啊，所以一直身体一直给那个劲啊，一直搞，现在一水流了就掉，啊，连那个膀胱。好不在了，见不着，打喷嚏，顺便露出来。怕个像的像油啊，对啊，个像卡嘛是啊，连卡哦卡哇未记啦，
啊，未行路，行路到神明厅，啊，未爬楼顶，哦，骨科看骨科说没办法啦，你老了，退化了，哈，你老了，你迄个骨轮都行歪去啊，免奈好，除非你换新的骨轮啦，无奈好，是是是，嘿，啊，我就从一开始吼，一分一听到安尼很难受，安尼真艰苦，是，因为我是知道讲吼，因为我的脚确实因为。确实有影有增加呢吼，迄正起了应该会甲迄个正的部分应该甲骨轮通常是安尼嘛，吼安尼按对合安尼，啊正起一定会甲这个左位嘛，吼啊后来一开始先穿那个或者气垫鞋，是啊那就有改善了，是是是，啊再后来我改研发出来哈，我都很用心的，吼家己治疗家己，我也研发这个就是为了。我自己啊，同时家里的人，他也是很支持。嗯、看到，当然我身体不好，他们也是看在眼里很痛苦、啊，也是很痛苦。但是嘛，唔知边个可以倒三缸。对啊，没有办法倒三缸啊。但是我改心里嘛，很不好意思啊，嗯、连累他们的。是啊，我改心里嘛，一直在强调讲，那我们的人生最好是不要连累到下一代，自己的事自己去解决。是，好，我是有这种一点想法。当然，当然，我是有这种想法。尤其你个医生个又是看了那么久，连医生给你看三年了，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为什么没好？啊，为什么没好？后来的我就想啊，嘿，医生叫我去复健，我真的去复健了。我在复健中间忽然想到啊，对啊，医生说我 X 光线给我连续照了三年都没有什么，我说那我知道了，因为在复健的中间，我感到他给我复健了，不可以给我医好，好像那时间很久很慢。所以第二次大家弄那些复健吗？复健科好像都是这样在复健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了解自己的状况啊，是我就因为他告诉我说他给我照 X 光线没有照出来，那我知道我一点是摔倒哈，筋左位。曾经摔倒过吗？曾经我去日本玩啊，为了要赶快，他一个人我去买那个药房买东西啊，那个人你再赶快去，他剩下五分钟，他就要关门，他们在七点的关门。是，我赶快跑，我唔知讲，迄路中有一台灯啊，这大了我怎样行过，怎吸到伊，那吸一个啊，灯来了，这手全袂止了。是是是，我就啊，一定是安尼起因的，我就安尼想。所以应该是牵引较慢着，嘿，所以我的第二节我就不要做了。虽然是那时候医生叫我去复健了一次，缴十次的钱，啊一次两个小时，但是我做了一个小时，我第二个小时我就不要做了。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是一定哈，因为医生已经告诉过我了 ，X 光线照不出来。好，第一，第二验血没有什么。好啊，如果筋轴位的话 ，X 光线照不出来。X 光线照不出来啊，好、哦，照不出来，是跟EG的话也照不出来。就是讲，就是在垃圾把截掉咧嘛，照不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第二节我就不做了，就回来。回来我赶快画了这个一个这个幅度，因为那时候是五十斤，画了配合。那个时候，行动还没有开发的时候，还没开发。我想讲，我的手要怎么好？要怎么好？先计划讲，对，手要怎么好，一定要筋先给它归位。是啊，所以这个工具要复合。像这个工具要复合，这样是不是哈？那你人体工学的设计，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哈，虽然是复合这样子，要怎么已经在这边发炎很久了？要怎么给他改善呢？好，医已经在这边医治很久了，是，所以我用磁场的能量来给伊哈，落去清除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是。清除噶。所以你迄阵来材质是用什么？用迄个磁场能量，迄个稀土加磁场的能量的土来去用。啊，不过你阵来咁多用这个所谓你开发这个材料，还是讲你先用木头啊，或是用什么做什么？一开始。哦，之前对，之前就是因为李宗喜有一个试验期嘛。试验期不是，以前就是当然这三年后我也买了很多什么棒，外面的什么棒都买过，买过还是有做跟没有做就差不多嘛哈。后来我就是那时候要开发这一次有翔，第一这个幅度要够，要能够把这个筋能够让它归位进去。第二哈，为什么人要针灸跟拔罐？
啊，因为针灸跟拔罐这个理由我是知道哈、嗯，啊，所以我在用这个磁场的能量，是被代替针灸跟拔罐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你设计来的理念，对，啊，希望就是说这个 DIY 其实东西很好，但是如果你不用也是不好了哈。对，因为你不作用嘛。对，所以 DIY 很重要哈。啊，真侪人像你像度假吴老师你讲，可能应当物件真多，嗯，但是无用就是顶个这物件无好赶快了哈。那在这里的话，你自己本身听讲这些辛苦的时阵，你都是拿起来用的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已经身体不好嘛，所以常很喜欢泡温泉。泡温泉的时候啊，在那边也是泡很久了哈，啊，大家都认识我了、嗯，啊，看到我，哎、欸，很奇怪，每次每个人看到我，好像走路慢慢的，讲话讲不出来的，哦、嗯、啊，为什么啊啊，我那个手工模哈，啊，人家你拿那一只，我你拿那一只做什么？那时候一开始还没试出来，我都不喜欢讲、啊，不过我试到第差不多一个礼拜内，哎，好了六成了。我第二次再去泡温泉了，他们问了，这个宝都是这个是医疗、啊、医疗有六温泉可以的，家己家己医家己呀。嘿、嗯啊，那时候大概汤油哈，看到啊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赶快你也做一次给我，你也做一个，有很多人会去泡汤的人，大概都是他的骨头都有问题的。所以你那时阵还没有得奖，也还没有开发模子的对吧？嘿，阿伯，刚才用手工的呢。阿伯，皮毛的店。啊，我都笑一笑，我都改讲，听我若做好，我确实无问题，我都会做出我一些生意。是啦，是，嘿嘿。啊，因为啊，哈，确实我真正不止讲我改五十斤，安尼有效。家己创，家己救家己，像真正吼弄好去。所以，伫你这个构思，阿家告家公，他们滴个汤油，大家很支持你。阿一滴告家公，你来开发得奖，这样时间经过多久？经过才一年，这么快吗？嗯，啊不是啊，在这一年中哈，我越发现哈，功能有这么大。我想这也是吴大姐你本身自己也很努力，也知道说她的人体工学的设计在哪里。那、啊、再来的是讲吼，咱定中医定在讲，恁讲的讲还是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也因为你平常有在努力的做啊，然后呢，这血液循环有较好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其实骨头的生下是一种假病了哈、嗯。那真侪人就是久坐久站嘛，尤其我们到公园去啊，那有看到真侪不同样的景象，是不是？你有去观察到？有。啊，同时哈、哦，有一次我们回到那个仙佛寺哈、哦，那礼拜吧，哈、哦、那绕佛那一次，有一个我们泸州道场的，他也是比我大我三岁、嗯，他也是去参加，结果他没有办法绕路啊。我本来这个东西我都常放在我皮包里面，我赶快拿起来哈、哦，叫他做。叫他做，啊，他也很感谢我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所以很方便呐、啊，也是携带方便嘛。嗯，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个奖，这就是这个就是十大杰出的发明奖吗？对，十大杰出跟海峡两岸的发明奖。这是在颁奖的时候，在颁奖的时候，来，咱给提好哈。嗯，来，这个、大家来分享咱啊吴大姐她的荣耀哈、嗯。嗯，啊，这张是那个专利哈，因为这个不参加这个发明奖，以前要先有专利。哎、欸，是，以才判断你是有去学人无，吼、嗯，有碰人无，吼，开始，吼啊，专利是因为我台湾是两个啊，大陆申请一个，哎、欸，这样、啊。那一个专利可以使用多久？可以保障多久？十年。十年。那你现在已经经过几年了？两年了。两、嗯、年了哈。嗯，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、嗯、那这得奖的时候，当时你去颁这个奖，去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，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内心感受好像我从来没有这么光荣过。你看看我都笑得这样子、嗯、是。所以吴大姐，当然你那时候去颁奖的时候很高兴，去受证的时候也很高兴哦、嗯、那时候你的先生有跟你一起去吗？有。哎、欸，家里有谁去？哎、欸，我全家去，全家都去。嗯，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分享这一份荣耀嘛。办这个的，哦，办这个的啊，哦，是是。对，那个颁奖的时候，嘿，刚弄了得奖的人都要在那边办桌吗？对对。哇、哦啊，大家来庆祝高兴了嘞。那这一次像第七届跟第一届有没有同时间颁奖？同时。那总共办了多少桌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只有办我们自己家里的人，我没有告诉别人。可是你们在那个会场办吗？哎、欸，对。颁奖会场，嗯，哎，颁奖会场是个餐厅吗？哎、欸，他这个餐厅来办，好好好好，是是、嗯，啊，有的人也没有办，
不是啊，有的人没有，反正一颁奖完毕啊，就是再来吃饭嘛。哦，是吃晚餐，吃晚餐就是你们自己吃晚餐就对了。对，而且亲戚朋友都到了哈。不是，他应该要我们哈，看朋友什么未来一起聚餐嘛。嗯哼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，还是自己家里人就好。是是是，不好意思这样子。是是，不过也很不错了哈。嗯。因为人家说哈，哎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开始文样哈。像我们吴大姐76岁，但是你应该在74岁的时候都得到这个奖项。对，哦，行哈，真正不简单嘞哈，所以，今天访问你就只要就说你的精神，哎，但好今天妇女朋友来效仿哈，不是讲在厝的哈，无代志，啊，罔困中昼啦，啊，电视罔看啦哈，啊，那无哈，为人讲哦，哎，有时候呢，懒得在活动啊，就在家里躺着没事做，其实应该哈，要想很多东西来做，在你人生的旅途当中哈，你感觉讲你自己曾经有偷闲过吗？还是你都一直很努力？我一直都很努力，因为为什么自己很努力？我认为自己哈，自己没有完成了大学啊，所以哈，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跟你比。嗯哼。所以自己哈，我发现我自己什么不会的，我全部都一定把它学会。我自己什么不会的，我全部都一定把它学会。是哈，啊，关于这一点呢，哈，像我常常走到哪里呀，啊，人家说，你好棒，你会开车全省跑，哈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。到现在还这样吗？我现在不是为了眼睛不好哈，是那个一个近视，一个那个老花眼，uh-huh. 啊，这搭配的，不管医生叫还是你不要再开车了。是是是，我开车是很棒，蛮顺的，嗯哼，又开轮了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是不是我太太可以跟你一起写呀？啊，uh-huh. 是啊，实际上哈，并没有什么一个人的精神哈，嗯，就是要有方向，嗯哼，啊，要有方向啊，有时候不要说，因为我们时常说嘛，活着就要动，对。啊啊，就是你不动它的话，我们的细胞哈，就是会一直一直萎缩，一直会萎缩掉，而且会老化退化，对，退化很快啊。如果你细胞一直应用它，它还在活嘛，嗯，它还会在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它还会在活，是啊，所以我们的细胞就会一直活化，一直活化，嗯哼，啊，同时我们的神经系统而且部位功，我们人常常跟说人有一个开关，嗯哼，哈。那个开关才不会给它切掉，是是是，这样子，是是，嗯，所以你这人生的生活理念很正确哈，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。现在你还在学习什么东西吗？我现在还有，汽车 M 部分没有，我今年还要参加一个发明奖。哎，是哦，还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好，其实这个发明，我今年要参加的发明奖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开车的那个电池啊，嗯，常常都没有电都不知道了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嘿，啊，到时还讲借电来换啊。嘿，对，啊，我弄一个那个 IC 板啊，放在那边，它电没有了，它会告诉他你要充电。哦，叫他充电。是是是。啊，同时啊，一方面就让他看看讲啊，我这个电池是应该要换还是不用换？嗯哼，哈，啊，那个指示是，啊，如果你这个电池一定要换了，啊，没有。未断电啊，通常汽车就是要12V哈，上无咧到11.5哈，啊，车啊，引擎开了再换。是是。啊，如果你超以那样子了，点那种旧车不是办法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啊，那，你就是，你要看到那个黄灯啊，你就是这粒电池免个旧，免个伊就爱换掉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搁在另外一种就是说，你常常你若开车。是，买旧车对，啊，旧车有遐两条电线，政府电吼，嗯，是，啊，政府电通常会袂晓，政府电黑白夹夹唔对，啊，就那个触电嘛，吼，嗯，触电啊，触电，假设你的电脑车吼，电咱车即卖较新的车拢有个电脑的小小牌，是，吼，啊，我如果你夹唔对的时候，我全给你断电，是，吼，你若救唔对，我全给你断电。啊，得该保护的哦，是，卖会受到拖拉。嘿，啊，个神，嘿，啊，个神煞讲，你这个，因通常你旧车迄个电池哈，嗯，是用电池做，啊，电池是三年的寿命，啊，但是你随身三年寿命，你
点滴有用无用，伊都会消化掉。是是。啊，所以消化掉啊，往往有很多人都唔知影要去遐充电。嗯嗯。啊，所以我嫌迄个嘛，甲做讲爱充电，而且肯定会甲叫的，用遐哔哔哔哈，哔哔哔哔，爱甲警告爱充电的意思的对哈。啊，每三十五秒就甲警告一次安尼。嗯嗯。啊，无像阮咧做这款物件，往往讲我啊无用，啊就派去。嗯，啊，这个物件本来是三块要充电一摆，你唔敢充，啊，当然是歹去啊。是，但是客户伊就是要跟你换啊。哦，是。系爱讲讲，系啊，我即马唔知个设计讲哦，过去所做的没有改做警惕，讲叫哎迄个，我即马有改加上一个警惕啊，哈。嗯哼。我都无法度让人客都爱讲。大家都有凭有据，而且对保护你的车子哈，所以你这个构思咖喱这展览的产品，现在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吗？差九月就开始了，九月开始开发、啊，因为九月开始拿去做那个发明奖的比赛、啊，评审哦，评审哈，啊，我已经拿出专利了，哦，是，啊，今嘛得是所以你讲，若是要参加这些评审的时候，就要先申请专利，申请专利，那专利已经申请过了吗？申请过了，哇、哦，太好了，恭喜你哦。那这个构想也是你的构想吗？嗯，我是把过去，我通常我会想，嗯哼，把过去什么不好了，把它改好，嗯哼，啊，什么没有了，把它改到理想为止。哦、啊，我改好了，我就顺便申请专利、哦啊。不过我已经申请专利的部分有超要到二十项啊。是啊，不过我每年都有新的产品。哦，是都是你在开发，还是你跟你的先生一起，还是小孩一起？没有，都是我主动哈，我主动、欸、啊，我不会，我问我先生。是，我安尼你对汽车嘛爱做内行的呀、啊。事实上不是我来行，事实上我是认真的咧，我认真学。啊，来行是阮先生来行，哦、是啊，我是认真做哈，啊，未晓直直甲问，变形啊，问啊，到尾啊，我吼嘛会晓啊。哦，是，所以哈，咱拄则有听到咱吴大姐、吴老师讲的这些话哈，那应该有家己有真大这个心思。其实不是咱来行，咱来认真学、认真问。尤其呢，你想要学习一个东西，就是像咱的师傅洪文祥师傅跟咱开始，要用心就对了哈。所以咱今天欢喜的是邀请吴大姐哈，你可以来告诉我们这么多我们学习的精神跟精进的精神。我相信也带给我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，大家都有一颗很进取的心。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，谢谢。东西那么精，感谢收看，用心看台湾，台湾有力量的关心，相信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美丽。感谢收看。